哇，你个羊会不会太松了？妈咪出来嘞。哎，对。看看他，这是妈妈。这边是妈妈。但是你看看这两只中小只，这两只 BB。跟爸爸。爸爸在那边。在那边的洞里睡觉。哦，好。对。谢谢。对。爸爸在那边。现在剩妈妈顾小孩。哦，阿公啥？最近一直看到你梗图，黑猩猩说再进化就要工作。我觉得这个，就是感觉是那种表演性质。不同，我刚学过几下。好笑，就小孩子在玩，对啊，很可爱，有没有？踩他一下。没有，他的小孩还在喝奶。哦、前面比较小只的这一只是他的 baby。哦。嗯，他三岁三个多月。喝奶喝那么久。嗯。哦。三岁很久。三岁对啊。他们四岁以前都不会离开妈妈。对。另外那一只是哥哥，哥哥大他，不同妈妈，不同妈妈，同父异母，另外一个妈妈，对，就在这里面，哈哈，又是一夫二妻，所以蛮有趣的。大哥很常来吗？我帮他很露营。哦。啊，好可爱，他走的好直哦。对。差一点就站起来。你差点就要工作了。差一点就要工作了。只能差一点。